好，那大家好，我是阿天。然后今天是20212月9号，然后这个中午哈，快中午了。那感谢送我这个怎么讲花朵的这个大道，但是很抱歉哦，我没有办法回赠哈，因为我现在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怎么讲呢，这个东延招永哈这个活动呢，我的名次也是排在蛮也没有说很前面呐，这个就是给人家去打就好，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哦，因为好像钻石是一样的，影响只有这个神之眼哦，但是因为说正式服啊，这个神人太多哈，它不像先锋服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感谢大家哈，我只要有80朵获得就好，基本上我觉得前20趴应该是不怎么可能有前20趴吧？诶，还是我有前20趴啊？4000多有前20趴吗？407名。可能我有前20趴，可是不好意思哦，这个我现在氪金的话，我只会每天氪一个这个30块的礼包哦，所以我的那个花可能没有办法回赠哈，我会尽量回赠的。好，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啊，就是怎么讲，这个春节活动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吧哈，然后这个正式服的话，明天才会开这个换池啦。那换池攻坚战呢，以这个先锋服来说呢，应该是每12个小时领一次，一天可以领2次。那先锋服呢，我领的这个资源哈，大概领一次是6000多哈，领六千多，然后这个所以说2次大概是12000。那至于说这个攻坚战呢，我觉得你要挡下别的公司应该是不大可能啊。然后每天好像只会恢复一个燃料而已，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你如果说你要买次数的话，它会重置啊，顶多就是花个50块就好了吧，50钻啊，因为我觉得一千多工会币到底价不价值，我觉得这个就不细算了哈。但是那个确实是工会币是很实用啊。那像哈这个敌人哈，这个大它是1122，所以那因为攻击次数很珍贵嘛，所以我们可以刷高一点。好，像这个1400哈。这个是爆裂天使大大哈，爆裂天使大大。那这样子的话，刷到它的话，就有1400多，那这个就比较好。但是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应该是中文玩家可能也有看我视频哦。我看一下，这个是1152。好，我们再刷一下，有没有外国玩家啊？这是我朋友卡巴卡，这个不能抢哦。好，所以我们再刷刷看。这个是胡萝卜是不是？好啊，这个不错，这个1600哈，好，所以说你的那个免费次数可以刷一下哈，刷不是为的是说这个敌人好不好打，我觉得你有7次的进攻机会，堆尸应该都可以赢啦哈，除非对方真的是超级神人级的这个玩家，不然我觉得堆尸应该都可以过。我觉得这玩家摆的这个位置不错哈，逼得你好像，对，他这样摆的不错逼得你。这个几乎一定要打，就是如果说我要领奖的话，我几乎每一个都要打。但是事实上，就算我每个都打，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哦。像这样子，我打2关，我的狼人老鹰队就已经挂掉了。然后哇，再来是安之关哦，安之关的话，我们用关公队可不可以啊？哈，看看，先把这个安之射死，好就结束了哈。好，那因为说这个是。不知道说敌人有没有弱化哦，这个安置队的话，你让关公去对应的话就可以过关了。然后我们再来，这个摆法不错，因为这样子变得是说我每要拿一个奖励，我都要打一队哦，所以这真的是蛮麻烦的。哇，那这一关的话，我看一下，我们有安置队吗？他这样子上的话，其实怎么讲，也是会消耗我的战力哦。佣兵看起来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佣兵不能用哦，那怎么办呢？好，随便用一下，随便用一下。哇，蝴蝶，但是我有索罗斯，好像也还好哈，好像也还好。OK，领一下，然后再来最后一队啊，最后一队就是闪队了哈。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说是正式服的话，你把它当做是推图来打奖的话，你有个5队啊，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还蛮好挑战的吧，对不对？顶多就是打4次嘛。这个哈，像这个就不值得拿了哈，因为虽然说这个玩家他没有去摆防御的这个阵容，但是呢，你如果说耗费一次次数只拿572，那当然是不划算了啊。我们就来刷刷看好了，这个1000哦。1000什么事都不用做哈，这个还可以，好，什么事都不用做，好，偷懒一下，少拿个600没有关系，好，再来，然后他有一次，1400哈是秋之翼大大，
这个的话，这样，你看这样子摆的话，我就比刚刚这样子少打很多场因为你看我这样第一关打过，等，换艾隆老鹰队好了。好，我们先用艾隆老鹰队先打个几关，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我好像只要打到三只，我就可以拿到全部的奖励，所以大家在摆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想，譬如说我这样子嘛，我打两只了。其实我的阵容也可以改一下算是造成对方的那个不方便想要克制应该是不行了，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样子我只要打三场我就可以全部拿到了。那我觉得啊，我刚刚打到那个第一场大的那个阵容，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那刚刚第一队那个摆法，我觉得真的算是还蛮讨厌的。来看一下我的阵营吧，我的阵营这样子摆对不对它是。啊，他是把这个木头，他是这个样子哈，他把这个木头移过来，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吧，然后，好，这样子，那再来嘞，把它设置，移除，他是这样子摆吗？有点忘记了哈。反正我记得我刚刚好像每一关都要打一场是这样子打吗？好像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抱歉抱歉，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先等一下，这样子，这个它是这个是在中间，没错应该是在中间，然后摆这，然后这个呢移除，守卫哨塔。啊，这个是堵在这个地方，这边正好可以堵住，这样就堵住了。这一队是上什么啊？可是上什么其实也都挡不住啊，你只是造成人家的麻烦而已啦。这一队是光弓队吗？也不对哦，光弓队不见哦。那难道是安之队吗？罗万、双子，可是我的安之也不是很强啊，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呢，这边挡住，这边堵住。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吼，这边摆三个，有点忘记了，有点忘记那个对方是怎么摆的好，没关系，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再回去拉第一个影片看我们这边再设一下守卫哨塔，应该是埃隆老鹰队吧，吼，这样子，兔，这样子，可以把影片拉回去看我刚刚这个打的这个第一队的那个大的那个配置因为刚刚那样子排，我觉得说我好像每拿一个东西我都要设一个，蛮麻烦的，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这边堵住了，这样子他也过不来，他就必须要左边打完，右边打完这样子。好，那另外这个是换池攻坚战的部分，反正就是多拿一些工会币嘛。那另外我们再看这个是正式服，在打这个这一次是无尽之翼啊，无尽之翼这一次呢，我觉得有 NPC 怎么说呢？这个在你排名还没有很前面的时候，这个位有头像就不是 NPC 了。我有碰到几个 NPC 了。你如果说看到他的那个下方啊是99，不知道是不是等级99，那你看到那个99啊，我觉得就应该是 NPC 哦。那就是怎么讲，你会看到说他的那个怎么讲，拿那个拿牌的方式有些奇怪。他有的时候会选不到五只角色，然后他会拿一堆这个遗物，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原先想说可不可以碰到这个 NPC 结果，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场应该不是 NPC 但是我觉得，在名次比较前面的话是有机会碰到 NPC 的哦。好，像这个就不是 NPC 大大了。分散阵营获得强化。哇，我要选什么？选，随便选吧，选个满血，满血我觉得，哇，有这么好哦，拿到一样的，满血我觉得攻击速度增加算是还蛮好用的，这个就是骨鞭吧，对方是什么？亡灵跟满血是不是？哇，这么多亡灵哦，那哇，这个塞西利亚感觉上是蛮强的哦，他不选塞西利亚哦。他想要拿走，哇，那这个我当然是拿奈拉啦，对不对？哦，又干涉哦，这样子我可以拿到五只亡灵哦。我需要拿到五只亡灵吗？拿五只亡灵，
吸血增加，真的假的？不选奈拉哦，这么好？哇，我有一个9分的奈拉，奈拉牵制能力很强哎。哦，那这样子看来就是应该是，但是你武王灵吸血变那么多，35%哦。嗯，古王扭牛，扭牛我也想选，不过选干涉好了。哇，死后还可以再继续战斗，多好！哎，同一阵营获得强化，哦，这个好，这个好。好，伊索尔德6分，但没关系哈，我可以选这个同一阵营获得强化。这个好啊，木盾，他有木盾哦，哇，9分的木盾啊，我应该选木盾啊。哎，这个真的是犹豫哦。你看，这有点像是 NPC 的拿法哈，他不选木盾哎，哦，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有图像，可是这个拿法真的，这感觉上就像是 NPC 哦，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刚刚还有打了几场没有头像的，然后下面等级是99子，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像 NPC 哦。反正我们再打一场试试看好了。好，可是你一天打再多都没有用齁，所以说以目前来讲就是一天打个3次。这个韩志的这个玩家应该就是正常玩家了吧。因为我前面啊打了几场啊，几乎都是很像 NPC 的模式齁，不然也有可能是对方不会玩了，但是如果是你看到那个对方的头像啊是这个霍根的头像啊，那一类的话应该就是 NPC 哦，然后等到打到比较高阶的时候才会换成是正式的玩家，但是正式服找玩家其实算是蛮快的啦。哇，好慢哦，我们现在只是要解任务而已。满血耀光，选择耀光好了，耀光克满血。这一次进的应该是亡灵嘛，所以说我选耀光就没有人克我了。我已经选了3个分散职业嘞。这个好，6分的希瑞斯战士，比较容易凑的这个。首次使用必杀技提升5%攻击率哦。再来选什么？啊，克艾索斯，哇，战士我也想要选哦。这是什么？号角吗？好，选这个昂凯拉，这也是这一次新的角色哦。哦，分散阵营获得强化 ，OK， 我可以选这个哦，我可以选这个。不过我晚一点再选好了，等到他再提升个2分好了。好，光法我要选。你不选光法的话，我就有9分的光法咯。对。他如果这样子抢走我的光法，那这样就应该不是 NPC 了。这3个都对面都没有，好，我可以拿女神的加护了。OK， 这个不错哦，哈。哦，我又有女神的加护了，可是有必要吗 ？OK， 他拿走了。那我要选什么啊？绿翼吗？哦，其实都亮晶晶的哦。算了，分数高的好了哈，选分数高的。哇，有埃隆跟那个索利斯都不错哎。弱化耀光跟亡灵，这个好像拿了没有什么用哦。好，最后一回合了，是最后一回合吗？好像也还没有。我方拿牌，想想看哦，这个是好吧？让我的灯亮起来，有耀光又有法师。啊，他弱化耀光亡灵，其实也还好。我的队伍算是蛮散的，哇，闪，每个都不错哎。那我选择啪啪熊哈，这样子，我觉得攻击速度比较有用。哇，角色好满哦。因为我有这个分散的嘛，所以说我一定要3个种族都上，绿翼，然后，满血站在后面好了。大老鹰、昂凯拉，还要一个耀光，这样子吧，好，这样分散都上，好，哪个分数高上哪个，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冲啊！
打完后不论输或赢，我们目的就是领奖就好了，因为有送那个什么，有送那个凤凰，所以一定要玩。好的，六次了，这样子。那我今天再打，再打都没有用了，因为它这是随着这个时间慢慢开启，所以说算是今天的任务做完了。好，那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我是阿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